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爆笑双播小说《我的微信连三件》，作者狼烟，演播幻音空妙儿姐，后期 G 姐。第128章，这是病得治。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林海这下懵了，这人死了，桃花杀劫还怎么破呀？侯仙品不会永远醒不过来了吧？赶忙打开了微信，给铁罐里发了条信息。哎，那个桃花劫主已经死了，怎么办呢？桃花劫那还有破解之法吗？死了？哎呀，后面又是一排震惊的表情。你妹的，现在林海看着都震惊的表情都要吐。你到底能不能破？这就难了。死了的话，桃花杀劫会随着灵魂而去，除非你找到他的灵魂，将瑶池之水泼到他灵魂之上，但是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先不说能不能找到灵魂，就是找到了，一般人也无法接触灵魂呢。所以难呐，难呐，难你妹呀！别人不能，哥哥我能啊！不就是灵魂吗？哥哥屋里可是住着一个鬼公主啊，找个灵魂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林海准备啊回去找楚灵儿帮忙，刚准备走，微信又响了。哎。林海打开一看，居然是马面发来的。妈的呀，他找自己干什么呀？林海对马面没什么好感。马面楚说，现在教你一个任务，江南市出现一个新鬼，你去把他给勾回来，坐标是 SB。 发完信息，马面一阵狞笑，你不是有关系吗？不是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吗？很好，简单任务老子一个都不给你派，让你赚不到阴德点儿。危险任务全都派给你，折腾不死你。这个新鬼头顶可是有桃花杀劫的，你一个靠关系得来的二品阴司绝对是拿不住的，等着倒霉吧。林海看着马面的信息一阵郁闷，不是说不给老子派任务了吗？诶，这地点。林海忽然发现马面给自己的坐标竟然和彭涛说的桃桃死亡的地方基本吻合。我去，不会这么巧吧？那我就过去看看，哥哥还没有勾过魂呢，看看是啥感觉。林海出了宿舍，坐上车里，打开了微信的乾坤袋。这勾魂使者的常服一套白一套黑，那应该就是说黑白无常了。林海想了想，将白色的提取出来。他见过的勾魂使者都是黑无常，林海觉得太没有新意了，自己整一个白的串串。一提取出来，白色的服装出现在手心里，竟然是一个隐形的。林海也需要打开天眼神通才能看见。是否穿戴？是。下一刻，林海整个就变样了，一身白色的长袍几乎拖在地上，头顶一个尖尖的大卷筒帽，右手握着勾魂链。林海从车上的镜子照了照，我靠，这人长得这么帅呢，简直穿啥都有范儿。林海朝着镜子做了一个剪刀手，对自己这身造型居然还挺满意。耶，出发。林海推开车门，我去，林海的胳膊直接从车门就穿了过去，一个没站稳，直接摔了一个狗啃屎。林海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整了整衣服，那郁闷劲儿就别提了。我靠，出师不利呀。哎，等等，我去，自己居然能够穿透汽车了。林海才反应过来，自己之所以会摔倒，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碰到汽车的门，手上没有支撑，才从车上掉了下来。林海怀着好奇的心理，一步一步地朝着汽车接近。当自己身体真的穿过汽车，没有发生一丝碰撞时，林海高兴的一蹦多高啊。真是没想到，穿上这身衣服，哎，居然能够穿越障碍物。看来这个劳什么二品阴司也不是一无是处嘛。嗯，不错，出发。林海小孩子性子上来了，也不走道了，直接就朝着前面一堵墙穿过去。太好玩了。林海高兴的不行，哎，自己这样走路速度似乎也快了很多呀。林海又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自己走路的速度居然超越了街上的汽车。用了不到五分钟，林海就到了目的地了。一进来，林海就感觉到了一阵阴风。朝着前面望去，彭涛带着几个警察正围着一个女尸说着什么。林海靠了过去，
哎，许田？林海一阵奇怪，许田不是交警吗？怎么跑这儿来了？真是哪儿也少不了这个小丫头啊。局长，我们不行，先让法医检测吧，别等那个林海了，他就是个不靠谱的大坏蛋。哟呵，林海不乐意了，你这个小丫头居然背地里说哥哥坏话，当哥哥我不知道吗？林海直接飘了过去，一直到和许天的脸蛋差不多贴在一起了才停了下来。哎，你看不见我吗？你看得见我吗？林海很贱的朝着许天摇头晃脑，许天根本感受不到林海的存在，继续和彭涛提着建议。局长，这个女人死得很离奇，不像是自杀，但也看不出他杀的痕迹。等林先生来了再说吧，林先生是一个奇人，相信会有办法的。看看人家当局长的说话都有水平，这话我爱听。林海在那自顾自的美着，叮咚，正笑着呢，微信忽然响了。我操，林海吓了一跳，赶忙查看众人的反应。哎，林海发现这帮警察的表情还和之前一样，根本就没有听到声音。哎呀，好神奇呀。林海这下放心了，掏出手机一看，是马面发来的。你究竟在干什么？后面一大串的愤怒的表情。干你妹，干什么？林海一看他就烦。怎么了？有啥事就说。马面一看林海这说话的语气，差点气疯了。我叫你干什么去了？你健忘啊？得老年痴呆了？你让我干什么去了？你自己不知道吗？我跟你说，你这是病啊，你得治啊。马面在地府气得都快抽风了。贾仁忠，你妈的什么健忘，什么老年痴呆？这个新来的仗着有点关系，太猖狂了，太目中无人了。我让你抓的魂魄呢？魂魄？哎呦我去！林海一惊啊，你妈的刚发现这身白无常衣服的功能就顾着新鲜了，把正事给忘了，赶忙朝着地上那具女尸望去。哎，没有灵魂，什么情况？林海又把天眼神通给打开了，仔细的看了一下，嗯，还是没有灵魂，这就奇了怪了，林海是百思不得其妙解呀。没有这话，大家不要告密啊，有人将来就杀过来了。金神小伙，笑什么笑，都不用交出来了，屁眼。想了想，林海给马面发了一条信息，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人倒是死了，但是没有看见灵魂呢。马面感觉自己快气吐血了。我啥时候通知你去的呀？林海一翻白眼啊，我郑重的告诉你，没事你自己去查查，是不是得了健忘症和老年痴呆了，你这是病，你真得治，啥时候通知我去，你自己没数吗？气死我了。地府里，马面捂着胸口，气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那个魂魄成了厉鬼，已经跑了。如果你抓不回来，出了什么事情，你就等着下十八层地狱吧。我操，跑了！林海一惊，你妈的，看来自己路上玩太嗨了，来晚了。还有这个马面说什么，如果抓不回来就出了事儿，自己要下十八层地狱。我勒个乖乖！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得赶紧去找找。林海这家慌了，赶忙四下寻找着。你在找我吗？忽然身后一个阴森的女人声音响起，林海一回头。啊，我的妈呀，会好怕怕。好朋友们，本集已经演播完毕，下集咱们再评论。